啊，所以王叫我做地工，啊，王叫我做，我照做咯，嗯。了，沙利菩萨较问啦，是王叫你做的啦，你还没做好啊？你想想想，讲我不唔才管啦，啊，我有十万事应该会做啦，但比我无爱做地工呢，啊，我是未好做，未干干来要怎头呢？王请的斩头的人啊，然后伊七十几岁啊，七十五岁啊，伊做工，伊大汉以来，伊是斩头呢，伊会晓斩工呢啊。斩人的头斩了五十五年啊，然后一日伊退休了，然后伊去要去长益，长益后，伊想要确定长益了。前期要伊要食伊朋友啊，然后到哈里是沙利菩萨来啊，沙利菩萨哩调的爱多呀，沙利菩萨在讲伊会斗甲手啊，斗甲手阿咩啊，斗甲手是可以明白佛经啊，然后可能会产一个圣人咯啊，然后沙利菩萨跪，然后伊看到沙利菩萨，哎呦，伊对上我安尼济年啊。斩人头呢，唔法做好，唔法布施佢。我今日借这机会来布施咯，来布施，阿哩伊杯啊，和沙利菩萨食。那沙利菩萨个电视坐喺头顶食，啊，食了沙利菩萨也在伊心上阿咪，啊，在讲伊前啊，伊想起伊做工啊，伊真后悔啦，啊，然后沙利菩萨坐喺头顶食，然后食饱了。啊，然后沙利菩萨结结在讲话咯，啊，然后做阿弥啊，阿弥啊，然后伊咪讲咯，啊，针头诶，然后哇，你真厉害哦，一刀针对哦，啊，真好，啊，欢喜哦，无我无欢喜，啊，所以王叫我做地工，啊，王叫我做，我照做咯，嗯，然后沙利菩萨较问啦，是王叫你做诶啦。路还没做好啊！你想想想，讲我不唔才管啦，啊，我有十万事应该会做啦，但比我无爱做地工呢，啊，我是未好做阿咪工干来要怎头呢？啊，然后沙利菩萨个解释个要，路无上地做，啊，路无爱做地咪起来，是王的灵来叫路怎头，啊，路是做地工呀，路无做。你无看嘛？啊，你听了较欢喜淡薄咯，较安心淡薄咯，啊，然后啊，伊顶礼拜，阿哩沙利菩萨来行对呀，伊行对呀，特别做 accident 啦，啊 ，accident 有可能是和牛打死啊，牛吃龙死啊那款啊，啊，然后安波是菩萨噶，阿哩伊出家人噶讲经的是，然后阿哩。为嚟出家人讲起咯，马路揸起啊，这里人和古特使啊，啊，然后我阿哩啊，沙利菩萨讲是，这里伊卡扎来供养我了，啊，然后我讲人不经来听，啊，然后我他讲免烦恼，这些人啊，已经成一个圣人了，啊，已经出世好所在，啊，然后你归叫出家人咯，诶。伊怕死人安尼坐啊，安尼坐呢怕死人，安怎伊谈一个圣人呢？啊，无得讲，伊怕死人，伊唔是条件爱做诶，啊，然后伊个明白一个经验，啊，伊谈一个圣人啊，你看怕死人安尼坐半谈一个圣人，对，啊，然后这经是讲，你告诉你讲啦，你怕死人唔是条件诶。唔是爱做嘅，即无卡妈嘅，啊。